这个画面怎么蒙上？有那个哦，刚才黑头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Brintia，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原本有想要做，下面有想要做三件事情，就是讨论小句点子，然后画爬虫流程图，然后还有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现场 prototype 测试。然后我们今天 Chloe 她，我们有画了一页，然后有多找到了一位那个我们做 UIUX 的朋友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工程的部分呢，我们今天画了一整张的白板。就我们从最左边的那个需求到 data model， 然后到整个爬虫的程式逻辑全部处理完了。就我们从一开始先讨论，我们要怎么在591上面来处理那种重复刊登的问题？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在591上面大概占10%到20%左右的，对，大概占10%到20%的比例。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及时更新啊这个部分，那。我们列了这个列好的需求之后，那接下来就来讨论说，那我们今天在资料库里面大概我们要怎么样去来描述这样的状况？所以我们画了一个，就是手画一个很简单类似 diagram 的东西，所以就包含了像是左边是那个我们会拿来搜寻的房子，那右边可能会有一些 raw data， 比如说这也是591出现的几笔，然后还会有一些 meta data。那有了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做出，因为这图有点大，就是做出了那个 flowchart， 所以你会看到标准的这种什么 if range 啊，然后就是不同的 scenario 底下它应该怎么样做。所以然后对，这图有点大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做完之后我们那个因为发现其实 UI 上面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调整的，所以和那个 Chloe 这边来一起讨论，所以我们 UI 上面大概要怎么样处理我们刚才新发现的一些问题。所以呢，简单说我们今天那个全部讨论完之后，其实就可以做出那个正式的文件，然后爬虫这边基本上整个逻辑就全部都顺完了，所以是可以开始写程式的一个状况。对，所以也感谢今天，就今天有蛮多位工程师一起来参加这个讨论的，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就会开始继续开工，然后设计的部分也会继续进行。OK， 谢谢大家。谢谢。